1981年，黄永胜保释出狱，和家人在青岛留下了这张合影。镜头下，他坐在中间凳子上，穿着白衬衫，留着平头，穿着布鞋，和家人在一起的他露出了会心的笑容。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改成黄成，开始过起平静的晚年生活。他每日餐食的标配是一荤一素一汤，尤爱吃黄鳝。平日也是两个儿子轮流照顾他，但这种幸福没有持续多久。1983年，他的病情持续恶化，被确诊为肝癌晚期。同年4月，不幸因病逝世，终年73岁。